都还有看。是啊，我们 hotel 就说这边是吃点心哦。哎呀呀呀！厉害的。哎呦呦，日本妹，日本妹，哎呦呦呦，哎呦呦呦，哎呦呦，有个日本妹，有个日本妹。你在说什么啦？日本妹啊，有个日本妹。在跟谁讲话呢？我在跟我的摄影机讲话。哇，这件比 Trolley 好大哦。哇，厉害了。好大哦。啊，明天晚上来逛。反正这边10点11点才关。反正那边好早关，那边9点就关。是什么？啊，这就怪 Kiki 这里啊，就是我们站从西边一路走到东边。对啊，其实每天晚上都可以出来逛。可以啊。我们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我们回去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。太晚了。都买。Waikiki Shopping 这里真的是 shopping 的天堂哎。对啊，很多牌子都有。对啊，今天早上我们就在这里嘛。真的吗？是啊。对啊，你们的 Apple 在这里啊。然后再往下走一点就到了啦。这不走不到的，从头跳走来是可以走来。妈妈就说这里啦，说她这条街上很多人。到海滩了。哇，有。到海滩了。哦，这个。Bali。这好像就是个什么 statue 嘛，这个男的。对吧？挂了很多首饰，这个 bronze， 跟什么 statue？ 哇哦。哎，很多人在照哎、哦，很有名吗？我看地图忘记了，有一个 statue。没有人了哎、欸，车上没人了。这里走到好像也比较后头了，没什么人了这里。是我们第一天走出来很恐怖的地方。对啊，没有，我们第一天从另一边走，还没有往这边看到人，会不会恐怖啊？我们另一边走是没人。这个沿路都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 church， 这 church 好漂亮的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其他的晚上都没人，跟我想象中夏威夷都不一样。对啊。
谁要搭什么鸟公车啊？